好，我是瑜伽琪琪，关注瑜伽新兴冬季赛，记得帮忙点赞、评论、多转发哟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不能。